下这里，别海啸了，看这里。哎，好棒！哎呀呀！蛋黄，你看你的新的朋友，可乐，他和狗狗一起待过呢。可乐，看看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他连狗都不怕，他还敢赶，他还敢咬狗呢，是吗？是啄狗的品种。可乐，蛋黄，他很调皮，你太可爱了。太可爱了，哎呦，还好有篮子，是的，有篮子。宝宝，你是害怕打斗吗？你害怕打斗吗？别害怕，可乐，别害怕。Are you trembling？ 你们都是动物。啊，对呀。其实我们都是动物。小动物啊。我们都是动物。对，我们都不是。我们都是兄弟姐妹。我看嘞，蛋黄，来，等一下醒了，直接睡觉。蛋黄，你们要走了吗？可乐，拜拜。可乐，拜拜。你眼睛怎么感觉像是红的？躲起来了、啊、好漂亮。眼睛深，是的，眼睛是蓝色的，很漂亮。嗯，对。蛋黄，拜拜。好嘞，拜拜。拜拜，很心里很高兴，拜拜，再见 ，Nice to meet you， 拜拜，东方 ，Nice to meet you， 哇，东方给可乐再见了，是不是不高？是不是现在心里很痛？他更喜欢鸭子，他不太喜欢猫。为什么？他更喜欢鸭子，不喜欢猫。是吗？鸭子是要同类嘛？对，没错。它是母的，但它没有找到公鸭子。我打算给它找个公鸭子。它是母的吗？对。哦。找公鸭子之后，它就可以下小鸭子。是的，它可以，它需要一个伴儿。蛋黄，你需要一个男朋友啊！叫什么名字？告诉你。